海贼现在风气怎么这么差，有人无脑吹，有人无脑黑，因为海贼的这个关注量太高了，他的粉丝基数太大了，对吧？大家各有各的这个喜欢，各自有各自喜欢的人物啊，各自有各自喜欢的这个战斗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偏好，因为这个角色的故事更打动他，他就会支持那个角色，他就不会那么客观，因为那个角色很讨厌啊，他就很厌恶那个角色，就觉得那个角色不厉害。因为海贼王的这个战力体系的波动也比较大，经历了几次版本的更新，所以除非你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看着海贼王，你能这个忍住某一个桥段、某一个角色、某一个势力的这个突然变强，你能以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心平气和一点。但是很难啊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喜好，对吧？尤其剧情的感染力、情绪上一上去，某个角色、某一群角色就突然变强了，某一群角色就突然一无是处了。总而言之，这种极端的这种看法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对于整个的这个战力，包括吹不吹的，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判断吧。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和这个看法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